我们请三位，哎，这三位不知道老师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？看他们的时候，我心情好复杂哦。有一位怎么那么有喜感？就是对他们很搭，然后你们被以为戴上面具，我就看不出来有一个是林俊杰发胖了。哈士奇应该是平常有在做乐队指挥的事。对。我这心情也很复杂。有时候他指别人的时候，哎，结果是他自己唱。对。没有一见钟情的借口。然后你们三个还给我同时忘记谁要唱，你们哎，你们为什么这样子不给我面子啊？对，唱我的歌的时候可不可以专心一点？